And I'm currently working at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Beijing, Thailand. First of all, today I'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the Taiwanese farmland struggle case has caugh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It's because the farmland struggle is not only happening in Taiwan,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a global. 因为征收有分成很多种，主要的两类是一个叫一般征收。一个叫做区段征收啊，那区段征收啊，据我现在记得到的一个数字，大概是9000公顷左右啊 ，9000 hectares 啊，然后呢，还有更多的是一般征收啊，马路啦、学校啦、公共设施，这个数字又更多了啊，所以刚刚刘会长提得到的是几万公顷啊，那我想这个数字是跑不掉啊，是跑不掉。6378公顷，这是目前具体征收的。好比说，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像台北港啊，或者是说别的地方正在跟我们联系，我们还没有具体了解他们状况了，就不列入这个统计。已经组成捍卫农乡联盟的这12个自救会是6378公顷。那台湾的特定农业区面积只有40万到50万公顷。请各位啊，媒体朋友记得这个数字，台湾的特定农业区整体的面积大概只有40万，可耕作的、生产粮食的，大概40万到50万。然后呢，我们现在每年休耕的是22万公顷。你如果用啊40万扣掉22万公顷，剩下多少？18万公顷。然后呢，站在各位面前的。有6000多公顷，你又把它征收掉，我们的粮食要从哪来？啊，盼望政府一定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尤其马总统前一阵子说，粮食自给率要从32%提高到40%，这不是只是嘴巴讲啊，不是嘴巴讲。你如果前面这些农民的农田，你还是一样要用这样粗残的手段来给予征收的话，你那个40%是不可能。实现了。那我们特定农业区在台湾是属于我们未来要保密的。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2%，比日本的40%都来得低很多。那粮食自给率应该列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现在是非常的低，不仅非常的低，我们进口的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还不断的把农田把它变成啊。工业区、科学园区，其实讲白的都在进行土地的炒作。MST 呢，在这个巴西为这个无农地农夫的事件奋斗。那总共他们接触了30万个农夫家庭。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也来台湾这边跟台湾的农人做交流。We also work with three. 巴西呢，他们有大量的这个单一作物的种植。大部分都是为了出口。这样的单一种植的模式呢，是为了就是快速的建造这个经济的，等于是累积以及掠夺。那这个模式引起了极大的这个社会以及经济层面的冲击。这个单一作物种植的结果呢，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了这个生殖燃料方面的这个种植，他们大量的种植大豆跟甘蔗。那这两种作物就排挤了其他基本粮食的需求。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单一作物种植的模式，所以工资没有办法由工人自己决定，使得工资跟农人的收入急剧下降。第三个是这样的一个种植就对于这个生态的多样性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也造成了很多这个农村区域的这个就业率的就失业的问题，因为很多公司就是用过即丢，就只有这个单季的收藏的时候才有在雇工，之后就让这些工人整个遣散掉。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们在巴西的这个关注以及对于台湾状况的相似的理解，他们就要求各地政府，那尤其现在在台湾的状况，要对于农人的这个基本的民主以及人权都要能够确实的保障，而且保证
这个农人对于农地以及水资源能够获取的这个基本权益。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基本重要观点，叫做实物主权 （full sovereignty）， 就是政府可能有政府的这种管理上的权益，可是农人对于农地有实物主权这样的观念，他们是非常重视。政府就硬要把这一条路开到我们那个土地上，那我们也就想说不挡那个政府的开发，那我们也跟他协调了。协调在746这个会议，我们也同意他左边换右边，就把它归为这样子。然后在755这个会议又把它翻掉了，又不要了。那你政府出尔反尔啊，言而无信啊！啊，而且我们这个被他分了，也是这麒麟地，剩一分多地又要把我们分到两三公里外啦。那叫这老人家怎么耕种啊？现在就剩下我们四路还没有解决，就是公益路那边都没有解决。那个张耀菊跟那个彭秀春他们是很善良的人，过去因为马路拓宽他们就被拆了，那他们都没有怨言。那现在他们只剩下六坪一个生活的地方而已，然后其实就法规上也有一个特殊结角可以来合法的来保留，可是目前为止他们还是要拆他的房子。好，第二条就是说要叫我们去配地，配到哪里不知道，而且我的房子假如拆了钱贴的那个买的地都不够，还要再拿钱出来贴，然后又没有房子，还要拿更多的钱来盖这个房子，也没有生意可以做，那都是死路一条。那他向就是台湾在这个为农地奋斗的这些自救会成员以及农村阵线致敬，然后他也认为说唯有组织，唯有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够更上一层，对于自己的要求在国际上面能够得到声援。那在这边他谢谢大家。请各位不要以为粮食绝对都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只有32%，如果有任何的政治上的风吹草动，我们粮食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的。好，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保护他们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在事隔一年之后我们还要走上街头，除了这个土地征收仍然没有停止，虽然吴院长已经承诺已经宣示特定农业区不得征收，可是即使像璞玉还有非常多的案子都仍然在征收，而且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第二个是说呢，我们所求的并不是个案的解决，我们还要求一个制度的完备。那制度的完备我们希望透过修法来解决，那如果没有办法修法的话，任何口头承诺都可能会因为这个政治的波动而烟消云散。所以我们今年站上街头最主要是要诉求的是制度的解决，也就是这个修法。